本次列车正常前往向下塔在北京路站，列车提供我们下车 SCC 进入。本次列车长度官方向下一站在北京路站，多的车将被拉开下车至列车与站台之间的空隙。列车请您站在本次列车开往河南大方向上站体育场站，下车的乘客提前抓住列车打开本次列车开往一个站方向下一个站体育场站，下车时请注意列车与站台之间的空隙。体育场站到了，按照早前的铁路路线，随车开往宋都宋都站方向，由于前方是磁器口的站，列车也需要些乘客上车。前方的站磁器口，列车将打开右侧车门，磁器口到了，右侧车门开前，请不要冲出来，以免发生事故。您的号码门了，左侧的车门将会打开。Next station 您了，左列车末站为南安，列车准备二江四，列车已经中，请站扶牢。前方到站您了，下车的乘客请提前做好准备，您了到了，请注意站台与车厢之间的距离。